碌噶啦，见唔见得我啊？见到，欢迎。好近系嘛？啊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阿 P 姐咧今日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全香港人咧等咗好多个月噶啦，终于等到今日系5月19号，系香港政府放宽防疫措施第二阶段。咁系有啲咩呢？就系、是、大家正话见到啦，彩龙大酒楼。跳社交舞、跳舞地方啦、酒吧啊、酒館啊、麻雀天狗啊、夜總會啊、遊輪啊，全部可以營業，係咪好開心啊？咁但係咧就係、是、8人一台，就至到好似凌晨兩點啊，夜總會凌晨兩點咁樣食肆咧、堂食咧就可以唔係十點啦，係至到12點。咁就室內嘅宴會場所咧就放寬到120人。睇下仲有咩先，好開心啊 ！Kitty 好開心啊！酒吧嗰啲咧就係、是、可以4人一台，咁就戲院咧，如果中意睇戲嘅咧可以睇戲啦。睇戲咧本來係一半嘅入場座位，而家可以去到80%。咁中意夜生活嘅香港人，中意約朋友去街食飯、唱歌、跳舞，今日係第一日，重新開始，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。得來不易的幾個月，終於等到的今日是5月19號。咁阿 K 姐今日咧有朋友約咗我嚟跳舞，不過 K 姐應該唔跳舞啊 ，K 姐係食飯聽歌，因為 K 姐咧都好耐冇跳舞啦。咁就拍好少嘅片，分零鐘俾大家睇下。我係 K 姐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希望第三階段順順利利。再有唔好停，啱啱啱幫我拍片嗰位。OK，very good。聽到未啊 ？Very good。Kit 姐，你仲有件戰衣喎，你過唔過熱啦？嚇，如果你熱咧，就不如嗱，我同你代路揸住下佢啦。嗱，我有件戰衣㗎啦。係嗱，你件嗰件戰衣。係啦，嗱 ，OK 啊。唉，依嗱，啊，請各位睇睇嗱 ，Kit 姐啲身材，哇 ，very beautiful。真係我定口才又得，身材又靚。喂，呢、這個你個手遮咗個鏡頭嘅。冇啊。嗱呢度嚟，咁啊，係咪遮個鏡頭啊？哦。係咪？但啊，正話有冇鏡頭？應該冇喎、啊，啊、因為你有蒙。唔緊要。嚇。OK。咁啊，阿 K 姐件戰衣。開咗未啊？嗱，阿 K 姐件戰衣，我都唔記得咗正話講嘅，唔記得除。靚唔靚啊？靚。誒。啲帽鞋未換。啊 ，K 姐，阿 K 姐除咗嗰件戰袍之後咧，成個人係唔同咗個人，另外一個人。你冇手震啊！你拍嘢。我冇手震。有拍唔拍到我啊？拍到，半腰之上啱啱喺條腰睇到你條腰。真啊嘛要。唔係啦，嗱你而家咧就連腳都睇埋。唔好咁講嘢啦 ，K 姐今日出咗名。拍咩啫？嗱，今日跳舞，不過 K 姐咧呢件戰衣係跳舞衫，但我應該唔跳舞嘅。我就係食飯聽歌嘅啫。O K， 係。嚇，咁啊 ，K 姐而家行入去拍好少好少好少鏡頭俾大家睇下。O K。